用周书老师竹又云成立团队正统地方我要问问我但是为什么一二唱我要问问我再是为什么为命令为之何咱在座的大贤大德、师兄师姐，大家午安，大家好。啊，咱要讲课的进程啊，来宣布一个代志。今仔日吼是最后吼，今年度最后的一课。啊，那明年呢？明年因为我讲的拢讲旧历啦，我拢无咧讲新历呢。那旧历是吼，咱这是吼二月初七。咱长期接过来吼，结缘接过来互相切磋吼，农历是二月初七吼开课吼，咱这样啊，咱即摆吼就开始要来讲这个武经啊。咱这个吼，你来看第一页，第一页哦，这个第三章有一个讲朱音佛讲吼，你来看一首诗讲朱音佛讲讲彩云飘渺出妖池，水驾昆仑灵素之莲就菩提定妙果。用成写字说禅师，但是咱这内底练啦，应该是写了唔对，所以吼，因为伊写呢，咱无法度搁甲改，所以爱金字边哦。咱以前有讲过，那么咱对这首诗啊吼，咱李顺良祖师啊已经甲咱解说甲真明吼，已经有解说过了吼。唔过咱即摆讲这个写字啊，这个写字的这个吼，这两字吼文书啊解说，使讲先讲都讲袂了啦。咱李顺良祖师这首诗，伊这首诗就是讲这写字也是不生不灭的先天大道。啊，咱来一般呢，一般的人，我讲这个，讲咱人呐去吼死去的时啊，落火葬，火葬了后，这个写字啊，甲捡起来，讲有这个写字珠，吼，咱吼一般的人拢讲这个写字珠，吼，有一种。所以哦，咱顶期啊有解说了讲，这个咱老师哦注重这个各教的这个经典哦来引进。印证啊，真济，即个写字啊，你爱看顶悬甲下啊，即个文书的即个即个注解，咱老师有讲哦，即个发心的写字就是佛祖所来即个经典。那么印教讲即个经典啊，在即个吼，你若要讲一般呐，讲哦有采心名吼，伊就有啦。那无的是哦，庙师，你唔免采心名，你注重哦佛祖吼所谓圣人的经典，甲囥在吼。甲起一间吼，真大间的这个庙啊，甲改藏一寡这个经典来改藏了，比吼你采一寡佛祖吼，啊，佫较好。为怎样呢？佛祖像咱即摆即佛祖，你必须咱老师是有讲哦，讲这个佛祖的经历。那无你佛祖，你也唔知影，也唔知讲这佛祖是咱二顺良祖师到底是在世是安怎修行，伊也无讲啊。但是你有看这个经典？啊，你就知影，知影讲哇，释迦佛祖就是安怎修行，咱二顺良祖师就是爱怎修行，而且咱这个吼，咱这讲，当伊去做，这吼这观世帝君嘛，啊这边这尊嘞，土地公的这个吼，会得由来，伊是安怎有法度做土地公呢？啊，伊是安怎有法度做噶这个吼，这个关公伊有法度做噶武圣呢？啊，知影伊历史。哦，这样因为有经典，啊，所以这个角色经典啦，吼，咱明年就要去找迄个，因为有人要求啊，所以就要去到这个三圣宫啊，咱这个有这新，迄个这啥，丹凤，遐有一间三圣宫，就要来开始来讲。你啊看这个观世帝君哦，伊会用讲对这个领导啊，讲甲足清楚的。讲甲足清楚，讲咱人啊，若无受这个忠孝节义啊，就较输哦。这个吼，这个精神啊，甲实物，有因到精神啊，甲实物，拢有忠孝节义，拢有这块的吼。所以伊今仔日有法度做到无性，这个原因吼，咱来了解。啊，咱今仔日来研究经典是要创啥？就是咱做人唔知啊，迷迷茫茫啊。有的人讲我来唔知足济咧。实在讲，唔知拢做侪。有当啊，咱做了讲，咱去做善事，有当啊做了唔对，颠倒害人。哦，所以咱今仔日来学道，就是要让咱讲，咱所做嘅代志就是正确，就是要让咱哦，咱你看历代即个先佛啦，吼，拢是哦，会用靠
真正吼大慈大悲，啊，一再来苦心吼，甲咱吼要甲咱教讲，吼咱吼修行紧转来上天啦，在这世间是苦海啦，吼无固定的，吼拢讲来这个上天，伊则讲你要安怎修行，拢用一种个苦心吼，安来甲咱吼一代来甲咱交代，啊，所以咱即摆讲这个舍利啊，有讲这个吼经典呐，嘛是会使讲舍利，啊，而且这个吼，咱这个讲吼。舍利，即舍利珠买三个舍利啦。但是吼、哦，有讲即、这个，讲到即个咱人啦、啊，烧掉即、这个、骨头嘛，即舍利吼，种种应该真侪。对即个问题啊，咱今仔日吼，就要进一步来讲，来看即个佛光大师典讲专心舍利即个意义。专心舍利，下意高精，学大善知识，集时节。要其身去随经，年代久远，时空变迁，却未复朽溃烂，尚保原形而栩栩如生。如《法华经》所载，多宝佛之专心舍利，游离六祖慧能，堪山色条虚千顶。该存专心舍利，民国以来，时节以台湾之高精，诸行清严等，或为专心舍利之六心不坏菩萨。即卖佛光大师典讲专心舍利啥，就是关系吼，在即个吼历代吼有即个吼有德行的即个高精，也是有即个大善知识的人。这个时节，若要讲讲较白话，就是讲死了后啦。死了后咯，伊的身躯虽然经过真这个朝代吼，一代一代真久哦，时间哦，一代一代变迁啦，但是拢变迁无同款。唔过呢，伊的身躯哦，伊的身躯拢袂烂去，吼拢袂烂去，都永远保存伊的这个。原形，安尼用个讲是吼，那亲像歪在世间同款，哦，迄形体就是袂歪，就是那像，迄身躯拢袂烂去啦，甲咱歪哩同款。伊就比如讲，亲像即《法华经》伊所记载内面，即多宝佛啦，会专心舍利，又果是那个慧能六祖、堪山大师、石头虚云回修，即虚仙就是虚云回修啦。这样呢，啊，佫真侪，拢是啊啦，伊归天了后吼，拢是专心的舍利，专心的舍利啦，要讲大心去啦，吼，专心的舍利就是大心。在民国以来，就是咱吼，咱这个吼一挂这个世界的台湾的高僧，有德行的高僧啦，那像就叫诸行法师啦，啊，清严法师，嘛是同款，伊死了后吼，伊都是专心吼，这个舍利吼，这个肉体拢袂歹去。诶，这个菩萨，所以这个专心舍利吼，这吼，人要讲哦，老师你讲的实在确实正经有影。以前啊，我去看这个清严法师啦，伊在咱咱喺山顶，迄唔知即摆就是哈，唔是，迄嗯，资盘法师我无看，我去捌看清严法师，伊去山顶哦，真正吼。啊！伊坐落去的时候，啊变大心去哦。啊，大心是即马就安怎？因遐吼，那一寡人就是安怎？啊，往迄落吼，即往迄解装啦，甲往迄擦啦，解画甲那像安尼啊，甲佛祖因同款啦。迄就是专心舍利啦。啊，慧能佛祖嘛是同款咯。啊，伊即马咧讲即个虚云回修啦，甲即个堪山大师，因迄拢是安怎？有德行的人才有法度。死去自然哦，自然伊会大心去，自然都大心去，吼，这都是哦大心，啊，再给装者佛像，安尼给佛塞就对啦，吼，这都是专心舍利。咱今麦过来，你哦看翠心舍利，看这佛光大师典也解说。翠心舍利，即多悲忧，将遗骨分伫多处者，而释迦佛之舍利。为翠心舍利，佛光大师典讲，什么叫做翠心舍利？这就是指多比丘，多比丘是印度话啦，讲起来就是安那，火葬啦，
哦，咱尸体啊去落火，用火去用迄柴落去烧这火葬，啊烧了后留落来这骨啦，这骨头夫咯，啊给放在真济所在，哦，放在这骨头夫甲放在真济咯，就那像是释迦佛祖的这个尸体啊，都叫做垂心舍利，是安那讲释迦佛祖伊的尸体叫做垂心舍利，你也知影咧，释迦佛祖吼。死了后哇！因咧印度啊，一寡吼国家吼要起战争，要来摕这个释迦佛祖的骨头夫啦，骨头你看，平常时吼，所以咱吼咱祖师讲圣人啊，圣人的道理不爱听啊，若要伊圣人留落来物件，大家都要爱，大家都要爱哦。卖讲啥哦，咱老师嘛同款哦，咱老师吼真理大家拢无要收啦。啊，咱老师吼过身了后吼，伊所画这個经典哦，大家拢安尼。俺提提钱进去，啊，有诶唔好人，哦，你也是，这就是安尼啊。啊，做你诶释迦佛做大死了后咧，去烧啊烧啊骨头啊咧。迄个要讲较迄落，就是讲迄种事哦。因为咱印度诶国家，甲咱拿像咱以前即个周朝诶时哦，分做真侪国。欸，要你烧钱咧，到尾才大家哦，叫一寡有迄落，若要讲中路啦。中路就是有钱有势人哦，讲会当的人啊，出来讲和啊，讲和要哪讲啊？才分做四份啦。第一份就是哦，各国的国王，先哦，各国的国王吼。第二份就是吼，即个大神。第三份才吼，伊即个佛教徒，若要讲伊的即个信徒啦吼，啊，加伊的即个学生啦，吼，安尼提。第四吼，即个百姓啊，安怎分呢？国王头先就去提啊，去硬啦。迄大骨落去硬，吼啊！即马硬硬，啊即马硬嘞，啊转去再去分，啊过来就带大神，啊大神就硬较细的骨啦，啊大神硬硬哩，才剩咧骨头腰啊，啊骨头腰啊才好才伸到才骨，啊呾硬啊，啊呾剩无啥，因为哦，迄当时伊用迄茶足侪落去烧咧，啊烧烧，呾迄个茶壶啊，啊茶壶。白色想讲啊，当无迄骨头，无迄脆骨来擦敷嘛好啊。啊，再用去扫洗扫扫咧，啊，再一寡迄白色吼，啊，再用迄个安去用迄糖丝啊去擦一下，擦一个擦敷啦。那反正伊个身骨有烧的嘛，无迄个骨头有汗就对啦。啊，再提上去服侍啦。所以哦，就脆心下利呀，吼，这都是意思。释迦佛做就是安尼哦，所以真侪安人。啊，恁咱若早，咱若早道理的人，咱就袂去安尼啦。啊，唔过一般的人都是安尼。那么对这个讲脆心下利呀，咱过来看这个吼，看这个佛学大书店、甲佛光大书店也解说。脆心下利，离多波塔中之现之多波佛。尊全体为之专心舍利，离释迦佛之舍利为脆心舍利。即马讲脆心舍利啊，就那亲像吼，即个多宝塔内底伊吼所现出的即多宝佛，尊着即个全身骨的骨头，或者全身骨老的骨头，即就叫做专心舍利啦。即就是专心舍利，若要讲就是大心啦。大心去所有的这段就转心下利，啊，若亲像释迦佛做这个尸体哦，伊就是叫做脆心下利。主要就讲嘛，伊因为伊用火落去烧啊，啊，遐骨头拢互分去啊，这段就脆心下利啦。吼，啊，咱就知影。但是即摆过来看这佛学大书店有一个叫新心下利，什么叫做？诚心舍利，咱来看佛学大师典伊个解说。啊，即摆看佛光大师典，诚心舍利有代又称心骨舍利，即佛之为骨啊。即摆佛光大师典讲，什么叫做诚心舍利呢？有当时啊，称呼过即心骨舍利啦，就是讲咱一个人修佛、修啊、修成正果，所留的即骨头，若要讲就是，唔是嘛？唔是讲，唔是火葬啦。用土葬的啦，即个即诚心舍利。对即句话，咱来看佛学大师典伊详细解说。诚心舍利，以戒定慧所分修，离来灭修，留专心，或出心，自心骨，使人应获供养之福德者。诚心
下利就是讲咱人啊，来依靠来修这个戒律，啊，修这个定力，啊，修这个智慧，所来修行正果。安尼成佛了后呢，你所留来这个专心，或者就是专心的下利，有当时啊讲做脆心的下利，或者筋骨，或者这种骨头啦。咱人哦，看你吼，你要摕这个吼骨头啦，吼要摕骨头，或是要骨头摕去给服侍啦，安尼就得到吼这个福德，这就是神仙下利。另外，咱来看这个佛学大师典一节解说：缘流劫飞雪落月，下利出云骨身，血云灵骨，有三种色：白色骨下利，乌色。法下利，七色六下利，这个元条啊，这个流劫先生啊，这流着伊的姓，伊的名叫做劫，这飞雪落都是伊做的啦，伊做。伊讲咱这个下利吼，那要讲咱中国话讲哦，这骨身啦，有当时啊讲哦，这灵骨啦，灵骨就是骨头啦，或者骨头。啊，咱这个骨头有三种的这个色，第一就是白色的这种。白骨的下里，咱这个人啦死哦，啊去无论去烧也是去抬，啊你摕开迄骨头我拢白的啦，吼、哦，迄种骨头只有这白色的骨下里。啊，咱头毛哦，咱头毛哦袂烂，永远袂烂。所以哦，你若要讲要爱下里啊，看有迄德行的人，你若要甲后生，主要头毛啦，甲捡开去甲后生，这就是啊，这就是哦，乌色的吼、哦、头毛下里。也是呢，肉，咱这个肉是红的嘛，吼，咱肉是属于红，安怎？有的人死去哦，讲要去捡骨的时候，结果讲无烂，哦，无烂就有的人讲淹死啦。啊，你要淹死啊，那肉无烂，你甲那肉甲摕来吼，甲挖一块来去服侍，迄就是啦，迄就是吼，赤色的下利啦，哇！所以这个下利哦，咱自顶期哦，甲这期讲足济足济，这下利的意义啊，会使讲吼。讲袂了啦，但是咱即马都爱知影，讲这个下利啊，会用讲吼，看这个文，你就知影讲这个下利是下利珠，也是吼这个经典吼，咱讲讲发生下利啦吼，这吼也是吼下利珠种种的，你看啊，你就知影了解这个下利哦这样。啊，即马这下利吼，那要讲开就是全部到这结束啊。咱即马吼，啊过来看下文落去，看这个地吼，即马下文落。讲年代坐上花千朵，甘露班中留一枝。自在观音观自在，普心度尽众生池。伊讲这个自在观世音菩萨啦，伊会用讲是吼普心来咧度尽这个众生的这个迷迷茫茫。伊讲这个年代的顶面啦吼，有这个莲花几千朵啦，几千朵啊，那亲像这个。即、这个吼、哦，迄、那个板路的板，迄落管啊啦，板啦，管啊，伊个管啊吼，你来看迄观世音菩萨，拢摕一个管啊嘛。迄管啊内底吼，就亲像即个观世音菩萨摕即个管啊，啊内底吼插一支柳枝，迄柳枝啊，会用讲是自由自在，在即个中间哦。伊看到即个众生哦，受到即生老病死苦啊。听到这个众生这个哀求这个声音嘛，这个叫苦的声，观世音菩萨啊，伊就安那用着这自由自在、顺念自然的去甲度哦，用这个大慈悲的心哦，要来度尽一切这个众生。搁再刷落去，天皇妖敌金庙普渡修完定慧解脱真经意志。谦奉的意思啊，就是讲尊敬、解奉行。即马即本的这个妖敌吼，即本即叫做妖敌金庙普渡真普渡定慧解脱真经啊。即本就是叫做吼，搞这妖敌普渡修完定慧解脱真经。那么讲意志，下面叫做意志呢？因为还过五分钟吼，啊，咱即过来甲写了，啊，才结束今仔日的这个课。哦，咱来看书海，心下清君子之命令或圣旨。心下，若要讲就是百姓啦，百姓哦来称这个君子，若要讲就是国王啦。
吼、哦、国王啦、皇帝啦，啊，若要今即马就是讲总统啦，伊的命令叫做圣旨，哦，你若看迄歌伊讲圣旨开拓，哦，迄都是安尼啊，迄都。搁再来看这个书海，西都清女的月意，故称皇太后，皇后之调令月意旨。搁世间啊，大多数称呼这个女将有德行的人叫做意。诶，这真正有影，有个人哦，但我唔知这样，以前哦，老要人要吼、哦，有一个要叫老师讲，甲因查某囝号名，讲要迄名歹无好。伊讲这个意真好哦，这个意就是有德行的，所以我即下才知影，就是有德行的，这个女将叫做叫做意啦。所以我有哪咱来称这皇太后啦，也是皇后啦，皇后就是皇帝的大母啊。伊所吼来命令的叫做意志，吼、哦、你都爱知呀，哦这意志就是吼查某人，啊所以咱即摆修行人哦，那这个南菩萨伊所讲的吼叫做意思叫做法旨，啊那女菩萨所讲的命令呢叫做意志，啊咱即摆要伫金庙伊是一个女将啊，啊所以才讲意志，吼、哦、这样，啊时间也拄啊好，即摆拄下问啊要讲这个三奇八劫。所以咱这个三奇八劫啊，即摆要伫金庙，就是讲在这个三奇八劫，咱要安怎来修？哦，伊即摆后期就开始哦，等下明年吼就会讲。啊，今仔日就下向讲是最后啦，最后一课，啊，就爱明年二月，我讲的是农历哦，哦，二月初一，哦，严重啊，哦，这头脑即摆，所以哦。恁这少年吼，恁这少年吼，真正爱拍拼、受苦、正经的，你知无吼？吼啊！最后呢，小妹吼，祝福咱这吼大言大德吼，道业精进啊，新年平安，谢谢。咱一般普通庙的百姓，是大多数忠心义出。但就二祖都唔是，二祖都是一个修行人，哦，伊在正修行得道，后来出来传道度世，啊，人家崇拜神仙。我当当时出来传道啊，是无什么成就。因为我学文浅，后来当二祖师伊甲教导，所有的道理拢二祖师教我，所以我从二祖师的教导啊出来讲道呢，啊，真正顺利得着。